小朋友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小朋友，奶奶脚受伤了，你能扶我到前面车站吗？遇到这种事情，不好意思，奶奶，我爸着急在前面等我呢。哎，小朋友，思考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大人经过他不找，反而找我帮忙？如果他真受伤了，你可以报警帮他。但是如果是假受伤，那么想带你走的不是老奶奶，而是笨蛋，这都搞不定。当女生遇到陌生人搭讪，你好美女，能帮我扫一下码吗？有礼品赠送的。行，请注意对方意图。谢谢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中奖了。啊，是个口红。走，你跟我去车上再拿支新的。太行了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撞我干嘛？明明是你撞的我。我不管，把我的书捡回来，要不然你别想走。哎呀，行行行，多大点事儿啊。你别出声，快走。哎，你球不要了。请记住，天上不可能掉馅饼，更大的可能会是陷阱。